不能养啊，我都不挑食呢。老板，给我来根烤肠。哎，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那小七，你还不赶紧找工作去上班？我可养不了你。<笑>一个字，绝。当然要拍照留念了。你又不是永远这么可爱，可惜我不会摆 pose 哎呦，不错哟！好像缺点什么，上道具。嗯啊！嘿嘿，水爆了，再来一张！啊！嘿嘿，小七，你真有两把刷子，加油加油！你们两个靓仔在干嘛？啊！我们在帮你岗位升了靓女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这大胖宝宝真懂事。 叫得这好，下次不要再叫了。我的天哪！我觉得这个不够刺激。我也觉得。 还行吧，那我带你玩个更刺激的。这个刺激吗？好刺激啊！哇，好美啊，好美！这美丽的蓝色星球就是我们亿万人的家园——地球。哇，这是月球，它是地球的卫星，我们的守护者。 我们来月球住吧。不行，好吧。这是什么球？这是火星，可能有过生命，跟地球最为相似的星球。我们来火星住吧。不行。哦。这又是什么球？这是木星，那个大红斑可危险了，就像红色龙卷风，被卷进去就完了。 我们来木星住吧，滚！哇！啊